我来，一句话形容自己在家中的重要性。来，基本上没有我不行。廉价台老，小米，在家内我叫做家政夫，出了门叫做车夫。你未免太大看自己了，在家庭这段呢，要赢过妈妈太困难，因为妈妈就是标准的 seven hele 的，24小时了，全年都无休呢。我承认，他是最主要负责那个吃的部分。大家都一定要，但除了吃的之外啊，不管是倒垃圾啊，家里的整齐，基本上他们的衣服、学校的制服都是我掏，全部。你都是一手包办，说句公道话，人家是都是永康做，所以没有我的话，他们生活会基本上很难出得了。中央厨房兼营养师，是啊，就我就料理三餐啊，然后还有家里面的健康都是我照顾啊。哇，像以前永康跑社会新闻，每一年体检都很可能出现好几个红字。可是呢，娶了我之后，在我细心调理之下，健康检查，Oh pass，哇哦，对，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，因为她做饭做到无怨无悔哦，这点让我的妈妈、她的婆婆有点感动。对，我不管几点半夜回到家哦，我只要门一打开，她基本上就会端出吃的在桌上。哇，感人。本来我妈觉得做媳妇好像真正的说的有点摩擦不得，而且也没有把她养成幸福肥，这个就不好。哎，对啊，身材很标准，说的真好，你的健康。就是我的幸福，你的幸福就是我的舒服。没有这一句，没有这一句。欢乐制造机啊，欢乐，麻烦制造机吧。Trouble maker。啊，有时候就是会讲出一两句话，然后家里就会哈哈大笑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带动气氛。哎呦，然后那个全员早餐的时候帮爸爸妈妈先泡好咖啡，再加上贴心。真的有孝顺啊，家教很好。我跟你讲，带出去有时候去餐厅，他都会帮我的朋友叔叔阿姨先倒饮料，然后他再坐下来坐在位置上。出题目，第一题汉典。来，第一题，生命中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陪你到老，你会选择谁？这些缺德鬼，太缺德了。怎么选呢？永康哥那个牌子已经掉了，一二三，举牌。看别人。啊！哎呦！哎！你准备抛弃吗？打标！难怪爸爸平常陪你也是有用的。你刚刚不是说你跟我比较好吗？怎么会这个答案？后来知道其实没有吃的，出去外面买有外食。你以后没得吃了，你完蛋。可是爸爸妈妈互选呢。对啊，配对成功。我已经抱定要帮永康推轮椅啊，所以当然是我跟他一起到。这一段这个结果是喜剧收场。对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孩子。你现在选择是爸爸，这是给爸爸场面，因为将来也不要说什么时候，可能就是明年咯。怎么了？你要怎样？走了，你却叼了个马子。老爸爸、老妈妈是个屁。啊，两位往前走啦！哎呦！下一题，单独问小孩子哦，单独问中间哦，哈。如果以后赚的钱只够养一个人，你会养谁？请举牌，自己回答。妈妈，养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跟他讲说，真的，孩子医生啊，医生，你是医生吗？你是医生啊。我觉得妈妈比较需要被照顾，爸爸比较独立。像句人话，爸爸也赚的比较多呀，妈妈可能就需要家里分。妈妈能有多伟大？她要怀胎十月。对呀，这一点呢，我们这个当爸爸呢，你付出了一辈子的努力哦，都不见得赢得了妈妈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对。人家手心手背都是她的。爸妈就像刚刚新哥讲了，我们跟她不断灌输观念，我们陪你一段时间，不会陪一辈子。重点是你要学会怎么样。在美国大概16、17岁就已经敢出门了。Get off my way。都是去租房。宪哥说实在的啦，我真的也不需要他拿钱养我啦。他从出生到现在，所有的零用钱啊、压岁钱，我们都帮他存下来，一毛钱都没有动过。我懂的是押金，都是他自己，真的，房租的押金，真的不贪他的钱，这通通都是爱，好不好？你稍稍让老娘不爽，这些就通通没入国库。你试试看，没关系。越想越可怕，好来。下一题，你觉得呢？家中哪一位经常花钱不知节制，最应该要减少每个月的零用金？举牌，很清楚。好来，好来。
哎，都是妈妈，我没办法举。妈妈了，他们选我，但我那我只能选儿子喽。嗯，哦，因为爸爸对钱太抠了，你也想举自己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本来想选自己。我们家是非常讲究事实啦，太太本来就是我们家里面相对比较会花的。啊，当然。买吃的做菜，我就觉得就算了，但他经常有一种习惯，我们家里衣柜哈，有的时候三不五时要去稍微检查一下，因为有一些有一套。他一套包起来的衣服呢，都有可疑。哦，对，因为高级嘛，可疑。他买了之后，不让我知道，先用一套藏起来。有的时候去看一下，哎，这个什么新的衣服，不得了。没，以前买的都是好几年前买的。他每次都说很久以前买的，我就买了以后呢，等瘦的时候再穿。永康，基本上没有这一条。永康哥，你在讲那个佩珊姐的时候。那个咪咪妈妈眉头一直在抽动，哎呀，是拢用这出来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是一套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拢是胶啦。我说真的，我老公控制金钱已经控制到那个让我们全家没办法理解的地步。我们每一张单据、每一张刷卡的清单，通通都要留下来。他到月底的时候，逃不过他的法眼，对，会一笔一笔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还问我说，好，你6月25号。哇，露露在哪里买了一双鞋？有没有这笔？多少钱？我是国税局啊，这不能怪他，因为以前我们高中同学，他就是财务股长。啊，高中同学的时候他就是财务，真的，高中他的财务没有问题，因为都是一家三口，大家都是最爱的人嘛。对啊，医生刚刚有话说，医生还有他眼神透露快了，就是我们原本零用钱一个月就是2000块，2000块，然后不能多领，太少。因为我们补习完还要有餐费，要吃，然后跟同学出去玩，孩子正在长，给他多吃嘛。我会把剩下的钱，拿去买我想要买的。2000块还能剩下来的钱，一个月是慢慢存嘛，存了大概快3个月。你搬过来叔叔家里住，叔家很多。有段时间他在外面都不敢吃饭，就是为了省零用钱，然后回家才大吃特吃，真的很心酸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前买了一个自己想要的蓝牙耳机，然后到现在还不能让爸爸知道。你想出来了？都买的，我什么都没有账单，我都没有看到，但是我最少没有对账。今天利用节目啊，顺便跟你讲一声，对啦，讲一下啦。哎，要不然不好意思说嘛。我对你这么的公开坦诚，你居然有做我不知道的事。迟迟不敢讲，然后他不想讲啊，他在想为什么今天你的通告费以后回到家里跟爸爸的关系翻脸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以后常发你通告，你常来上。对，多来多来，自己来就好了。自己贪一万瓦罗啊啦，对啊，好来下一道题，好继续喽，来喽。如果有一天家里面的某一个成员上了八卦杂志的封面，你觉得会是谁？为什么？这只是猜测。选择谁最有可能？好，爸爸妈妈都觉得儿子，都是儿子，儿子觉得是爸爸，哦，一定是爸爸。因为我儿子号称他目前为止交过50几个女朋友，而且他刚刚毕业典礼那天几岁啊？几岁？才几岁？他上个礼拜国中毕业典礼那一天，抓了20张女生的卡片。学妹都有20几张卡片，可以没有，所以一审帅帅的啦，帅帅啊，合理酷酷交朋友，但是他们这个你到应该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，十个怎么算的？我们就有啦，其实这是一个正面的期待啦。我希望他像小赵又廷嘛，好不好？小赵又廷对啊，封面 OK 的，也是很帅嘛，一审就 OK 了。但爸爸跟他讲，反正没有被拍到之前都说是朋友，没有。我跟你讲啊，孔子讲的一个话很重要，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理。这个女生看啊，好漂亮，你想处理？对，看了会起色心。怎么了？手足怎么了？处理成女朋友啦。感情的问题，处理感情的问题。那后来就觉得啊，礼数让我们是要必须要的。我就跟我儿子讲，你不要看我儿子哦，这会闯祸干嘛？我跟他讲，陆气派，只要爸爸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爸爸没有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。哇，那他其实什么都可以做，是爸爸可以。爸爸，我听懂了，我以后遵照你的话，我心里面很感动。对，从隔天开始，他每天带不一样的女朋友回家。喂，客少击球，
真的，会烧气球了，气球，没错没错，不要别演了，不要乱演了，来下一题，好，下一题要来问一下哈，彼此呢都有为对方做过贴心的事情，请问谁为你做的事情最感动，至今仍无法超越呢？哎呦，爸爸爸爸，哎，啊，爸爸选的是妈妈，爸爸妈妈两个互相妈妈，哎，哎，我老公为我做过最贴心的事，应该没人能超越了，真的吗？他为了我去结扎，哎，请扎，让我少挨一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边蛮感动的吧？好了好了，哎，咪咪妈就坐在你旁边，我把这真心话讲到，哦有有，哎，真的一个男人愿意为家庭去结扎，对，他是为了自己个人犯案方便。这是一个真心话，因为你的开口叫做生活玩家，对，所以我们知道绝大意义嘛，就坐在那里。同学不要这样啊，生活玩家。来，医生绝对是妈妈啊，爸爸爸啊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早上跟晚上接都是爸爸接，哦，贴心啊，15年风雨无阻的接送。哎，永康，我跟你讲啊，接孩子下课是最重要的，当然，我有说话的时候，录影到这样子已经打瞌睡了，我还是在车上，然后当然司机开着去接了孩子回来，他因为他一整天呢发生了所有的话都会在那时候讲出来，刚发生嘛，刚发生完陪他聊天，对，啊聊聊聊，我们都快睡着，还是硬要去听，嗯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个下一道题目，哎，好，来这一道题目呢，单独要来问医生了啊。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离婚了，从此王不见王，哦，这很有可能。你只能够选择一位家长做主桌。三，好虐心。二，一，举牌。天哪！一，哎，你们要举啊？没关系，儿子，爸出钱，你再办一场。我去，这一场换主座，对，我做主座，别人再换一场。应该说看谁出钱的，谁就做主座。不是啊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离婚以后会跟着爸爸。哎呦，哎，为什么？这什么逻辑？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什么逻辑？从来没有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可以跟他学到比较多东西，还有这样。你这句话怎么办？太走心了。学习嘛，佩珊姐，她的片面说，妈妈你是笨蛋，对啊，一无是处吗？我们又没有问你，你干嘛要多讲啊？你不要要五毛给一块，对啊，今天的通告费不要给他了，他想要没有，他想要多来上节目了，我们今天做效果，做效果的假面形象，今天晚上一家人的距离越来越远，然后越来越出现，出现，来，下一道题目，最后一题要来问医生单独回答，又是医生，好可怕，万一你有一天不小心让女朋友怀孕了，你会第一时间告诉谁？爸妈也要举牌哦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爸爸吗？哎，爸妈也举。哎，其实应该找我吧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是找我，我带你去找一些比较认识，都举自己。对，你举自己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都举自己。哦，那就要看儿子的决定了。你觉得会跟妈妈说为什么？因为妈妈比较懂小孩心里面的一些感想。快乐，对。哦，那你觉得爸爸会修理你吗？怕爸爸不理智解决问题，比较凶了。对对对，爸爸不会，应该跟爸爸讲。对，因为爸爸当年也是这种情况。爸爸比较知道怎么样处理的那个 SOP 啊，对不对？我儿子会说：“爸爸，你不是说你做过的我就能做吗？”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中梁不正倒下来呀！路西派要撑住啊！路北派。好，来，哎，医生，哎，厉害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哈，人家夫妻俩啊是比较接近的。哦，医生，请入座，有多远坐多远。没想到，医生，请医生要自己坐。来，请坐，人家夫妻俩就是间谍情深，对不对？